召主席，李克明同志，本区松溪古业嘅周议员梁作京律师，格兰芝周议员 YB 郑富仔，仲有格兰芝服务队队长张泽明，我嘅助理胡思华，在座嘅各位同志，各位桂花村嘅乡亲父老啊，先生小姐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好开心又可以嚟呢度同大家见面。不知不觉差唔多五年咗啦，我仲记得2013年五年五之前一晚，即系504最后一场演讲，就系喺桂花村。嗰阵时有几千个人，真系好热闹。嗰阵时我哋真系觉得我哋真系可以改朝换代。但是很可惜，我們被那陣騙了。我很多謝大家的支持，在這裡我一定要跟大家說一聲多謝，因為大家的支持，我們贏了監保區國會議員的職位，多謝大家。因為之前是李志良和邱思東贏了世界的，雖然那時候我是一個無名小卒，無名小卒。嗰陣時報紙講炮灰啊，炮灰。之前我都唔知咩叫炮灰啊，炮灰即係咩？砰一聲炸到，全身衰骨，乜都冇啊！即係個個人都唔睇好，個個人都唔睇好，包括我全部啲朋友、二寶啲朋友、全部啲家人，全部都講。點解你係犧牲自己？點解你做犧咁大嘅犧牲？其實火箭黨入邊好多都唔敢出聲，喺度靜雞雞。嗰陣時我哋睇到啊，我哋提名嗰日，我哋睇到打到李志良，哇！好似一個啲咩 giant 啊，巨人咁樣，哇！佢行路有風嘅，行路有風嘅。哇！嗰啲跟班，哇！嗰啲咩？哎呦，真係好多人，即係好有自信嘅一個笑容。佢未輸過嘅，四屆州一屆國會冇輸過，但係我一啲都唔驚，唔驚佢。我哋驚咩？我哋係有原則嘅人，我哋係。火箭黨有原則的，我們的背台是林家祥、林冠英，我們是沒有貪污、沒有偷竊、沒有騙人的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們沒有偷，我沒有怕過他，輸就輸，死就死，拋灰就拋灰，拋灰至少都要塞你一粒炸彈，好不好？沒有理由給你白白贏的，這個世界，這個是民主國家，我哋冇理由俾你白贏嘅。你講你係好好先生，好好先生有咩用？因為你之前嘅手上證明咗係全世界最大嘅貪官，偷咗26億，啱唔啱？好好先生有出聲冇？好好先生講一句話冇？有冇講過貪污係錯嘅？有冇講過26億唔係你嘅？冇。2005之前，我都講，好可惜，我哋可能要犧牲一個好好先生。5年之後，我同你講，好彩我有一個機會睇到。不是一個好好先生，一個沒有原則的人不是好人，你懂得笑沒有原則不是好人。你是副財政部長，他是財政部長，他偷雷你不出聲，在法律上說是什麼 accomplice， 即是同謀，你看到有人偷雷你沒有出聲，你沒有報警，你沒有出聲，在很多國家
是同樣罪的。你看到人家殺人，你沒有出聲是犯罪的。不止這樣，他執行消費税的時候還要投票去支持他，不止沒有說他錯，還支持他去掘我們的女，這是好好先生嗎？整個馬華都是這樣啊，國會議員、州議員、上議員、部長、副部長，國會有記錄的消費税的時候，消費税啊，投票的時候我是反對的啊，我們的國會議員啊，李強明啊，我們七個啊，全啊38個國會議員火箭的全部反對的，馬華的七個國會議員啊，7個11州啊，全部都是支持的。他們2013年5年有沒有說，我們要執行消費税啊？沒有說過。所以現在我們慢，達都啊，達都，我不是達都 ，OK， 達都李志良，你說要發展金寶啊？你如果你說贏了啦，你是上議院部長啊，都說發展不到金寶，說要支持啊國陣，投票給馬華，贏了之後自會有發展，你說給我們聽怎樣發展？我跟你講，提高消費税8%、10%，唔係今年，唔係明年，可能過兩年。如果唔係，就係以前冇收消費税嘅，好似上一次嘛，米粉啊、麵啊、好菜啊，一下又要執啊，又要收消費税，以前冇嘅。啊，佢又要以前冇收，而家要收。好似我哋做醫生嘅，2015年之前，你睇醫生冇消費税嘅，你買藥冇消費税嘅。而家有嘛？你嚟大白沙睇我，我同你收6%，唔係我收喎，我係幫政府收。我唔幫政府收，我要坐金。你少收一單可以罰30,000嘅啫喎，唔係10蚊啊，係30,000啊馬幣。如果你收少，要賠償嘅。佢講佢要發展，我同你講，啱啱我哋有嗰個財政報告。馬來西亞財政報告2016年政府收入幾多少、大概是2,190億，那些平時那些什麼 operating expenses， 即是、工人啊、電費啊、水費啊那些東西、就差不多2,170億，剩下20億，沒得剩了。其那些呢發展開銷呢是借回來的。剛才我剛再看過去年的那個財政預算案，發展預算呢380億呢全部都是借回來的，全部都是借回來的。好像你沒有錢做生意，我要做生意，我在銀行借累，我要做大一點又再去借累，自己成一蚊夠我累去、投資去借累，借累要還利息的嘛。你知道政府做生意很失敗的，做什麼失敗什麼的，差不多玩 MDB 又蝕本、火車又蝕本，差不多全部都蝕本的，要還的嘛，沒錢學人去做生意的啊。納接上台之後年年借，現在去年那個財政預算案我們還利息而已，260億，不是26億，260億馬幣。這個利息啊，利息你借累還利息呢，還了就沒有的，沒有那個本錢還沒還的。因為每年啊，納接借差不多300億、400億這樣，260億、啊、他上台那時候2009年，我們的國債是3000多億，現在是6000多億，那時候的利息是
130億，而家加配260億。你雲亞Jeep偷咗26億，好緊要，非常之緊要。26億，好緊要。但佢還利息260億，年年係咁樣還。今年可能又借多300億、400億，明年又要還多啲，再多兩年咧又變300億利息。呢啲真係蝕本生意嚟嘅，冇錢就唔好學人學人氣做咩發展，啱唔啱？冇錢就唔好學人氣做生意，呢啲係事實嚟嘅。所以大家啦，頭先個節目都講過，大選嚟啦，哎呀，節目一樣噶，唔使投票，好多人咁講，其實係好失望嘅。我做醫生噶啦，如果你有病，我哋家人有病，我哋醫唔醫？我見到好多啲病人，未好多啲病人，其實我都知道啊，四個有一個係生 cancer 死嘅。啲 cancer 啊，癌症唔醫，差唔多100%先死曬嘅。醫咧好多時候都醫唔好，但係我哋睇到啲家人一定要醫。就算有一線機會、希望，佢哋都要醫。10千、20千，有啲同埋借屋啊、借女買屋、買車去醫，真係事實嚟嘅，冇呃你嘅。但係我哋會話佢哋蠢冇？唔會。我哋係為咗嗰線希望。點解要一線希望？我哋做咗我哋嘅責任。我哋去投票，我哋就好似同我哋家人醫病咁樣。呢、這個國家真係病得好嚴重，就好似中咗 cancer 咁樣。就算有一啲機會，我哋一定要去做。唔做就係對唔住自己，我哋唔醫我哋嘅家人就係對唔住佢，對唔住佢，啱唔啱？如果我哋唔醫好呢個國家，邊個受苦？唔止我哋自己啦。啊！我哋嘅公積金而家1000000好多女嘛，如果啲女兒離曬，過多20年、30年，你嘅公積金攞出嚟，可能頂得半年、一年、兩年、三年，唔夠嘅，因為政府日日借女，啲女又離曬。啊！你阿爸阿媽病痛，政府冇女排隊冇得醫，你仔女讀書，啊買讀到大學出嚟，買車買屋都買唔起。呢、这個國家係咪好慘？我哋做得咁辛苦，就係同邊個打工？就係同亞資打工。我記得40年前，啊，我阿媽一個家庭主婦，啊，佢慳啲可以買一間皮屋16000嘅。我頭先啱啱計，一個月工都唔夠100蚊。而家啲大學生啊，讀出嚟啊！買車買屋都買唔到，所以咁樣嘅發展，我嘅大家都講要發展，佢啲發展我哋都唔要，因為佢係借女翻嚟發展俾你，我都識啦，草財都識啦，傻佬都識啦，我唔識咩？我喺銀行借女，錢咁投資執咗唔使負責嘅，我都識啦，只有買我啲日子會咁樣講啱唔啱？我哋問佢冇得講。佢冇得講，你有咩嘢可以發展？你講好似南灣大學係企起上嚟嘅，呃人嘅。南灣大學係我哋華社籌錢起上嚟嘅，啱唔啱？嗰啲屋、排屋啊，嗰啲鋪頭啊，全部都係啲發展商起嘅，我哋自己出去賣嘅，生意自己做嘅，學生自己俾學費嘅，邊度有買話出到去？全部一日嘅，佢講得出嘅又係提高消費税，同銀業借女，亂咁買嘢，以後你負責，你哋負責，佢哋代曬啲女，有咩好講？我哋講得清清楚楚，我哋要取消消費税，100日入邊會取消消費税，佢哋敢講冇？最簡單噶啦，取消消費税。6%，下下都0%，啊！我哋會捉拿接湊曬啲女，我哋會起醫院，我哋會起華校，
我對於聖言讀中統考，馬話講到咩鬼？你哋唔投我票，我發展，發展發嘅自己，啊！你哋一定要投票，如果唔投票，可以冇政府，我係最開心嘅。我老老實同你講，如果我唔投票冇政府，我唔使納税嘛，我唔使納税嘛，最慘係我噶啦，因為我冇大馬金噶嘛。我係醫生，我賺好多呢，我唔否認。我立好多女好多税，但係學堂我讀讀中自己俾女，醫院我有自己醫我做醫生嘅，啊我有咩買醫藥卡，我又自己出女，讀大學我又自己出女，啊我邊度有攞賺政府啲女？所以如果唔使投票啊，冇政府啊，我最支持嘅。但係你哋做得到冇？你哋做得到，我一定支持你。但係追求唔到，做唔到咧？你哋一定要揀一個乾淨廉明嘅政府，就係我哋嘅希望你們，好唔好？喺度我唔會講太多啦嚇，俾我哋嘅主席繼續講喺度恭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